好的，看来就是这里都是新鲜水果的。对。真是看起来就是一副好吃的样子哎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八德路，那我要找跟上次有点相似的一个店家，它叫做果实俱乐部。那它一样也是在巷子里面啦，只是说我们要找一下，因为最近这些店家都藏在巷子里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台湾果实俱乐部，好，进来看一下好了。水果花三明治，好的，那这里因为生意还不错，这边要吃到水果花三明治的话，要等到4点。然后这边有他的菜单了、啊，好的，看来就是这里都是新鲜水果的。对。真是看起来就是一副好吃的样子哎。